明天去放羊了。坐好，坐好。明天去放羊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他今儿个学校停电了，不上学，领着他去俺这养羊的地方，让他体验体验放羊，看他还想不想给家放羊了。走，抱住妈妈衣裳啊。它可软和呀，它可软和呀，它想吃草的。刚才那羊都是圈着它养，也不出去看看，就这圈儿圈着哈。我来罚几天，罚几天让麻烦。那就是罚了，就是可麻烦，得挑看着了。你必须放下你的布，我跟你说，多多小的时候妈妈也可想喂羊了，小的时候俺那门的小朋友们都有羊放羊，我放学了那边都不叫我放羊，那边光叫我打的喂猪。大羊吃，大羊，嘿，嘿，你看，吃了呀。该去干活了，你乖，去干活。你不干活，你咋喂羊啊？不干活。我就喂羊。干活光喂那草啊？嗯。呀，喷我一脸。尿口水，哈哈哈哈，哦，羊的口水。小爷小爷妹妹，啊！俺的妈，他问我，他问你，该上的都烧羊粉了，那就拿条子该烧羊粉了，快点，快点该烧羊粉了，你喂羊得干活，快点。快点，那你上学还是喂羊？啊？看了羊了吗？看了。喂了了吗？喂了。还喂不喂了？喂。不喂了，走回家。老老实实，乖乖的上学啊。我。好了，这领着他来看了了，这就是那一时兴起，想喂羊，想喂羊，喂他的两棵草，可都没有感，可都不感兴趣了。走吧。我不要小心。你就是不想上学找借口的。不想上学。不想上学。
这羊也不喂了，你不上学，你搁家弄啥？老师说下课一天。哦，那老师说的下课一天呢？嗯。那明天去了该哈。嗯。哦，好，明天就背上咱的小书包，我要上学校，上学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是吧？上来，走走。走。